不仅清热解毒、疏风散热，还能抗炎消炎、抗病毒、抗过敏，可用流感等上呼吸道感染、皮肤结肿等皮肤科的应用。因为它属于现代医学专利提取技术，除挥发油，还有提取液，保留了金银花的全有效成分，是治疗性金银花产品。而金银花露只有挥发油，所以功效主要针对去暑和降火。复方金银花制剂是使用金银花提取液协同连翘黄芩组方作用，主要用于清热解毒、凉血消肿的治疗，用于风热感冒、咽炎、扁桃体炎、目痛等，不适合日常降火、小炎症的应用。金银花口服液是基于现代医学的专利提取技术。保留了金银花里的挥发油提取液，具有绿原酸、黄酮类、皂苷类等金银花全有效成分，所以单方就能同时清热解毒、降火去暑，还能抗菌消炎、抗病毒、抗过敏，零岁儿童都能应用。金银花口服液。